没事吧？你带他先走，这儿交给我。 怎么样了？比昔日好多了。太好了。你教人的御水术还能控血啊？ 今日又要辛苦两位仙友了。昨日的烙印，我看图案甚美，我提议右胳膊上也烙一个。 左右各一凑一双，才算是圆满了。原来是程宇上仙，失礼了。我原本以为仙姬只是一时意气，我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恨你。你别说，他还真是恒心卓绝。不过他的手下却已经黔驴技穷，想不出新招，每日都重复老花样。 无趣、单调，实在是乏味。我今日来，只是想提醒姬护法，仙姬派出去抓捕鲛人的仙师府弟子再次扑空，以仙姬的脾气，姬护法怕是不会好受的。他要是想来，我也是欢迎之极。我想念他，想念的极。姬护法是想念鲛人吧？我跟他之间已经好好道过别，就算再次见面。 也只会是仇人，我只希望他能够平安，并无其他妄言。那这些小鱼呢？不过就是练练手，打发时间罢了。长野，若我能逃出仙师府。 与你解释清楚一切，你会原谅我吗？那就是凌霜台。对，一边是游说盟友的好机会，一边是被抓住的风险。前方是福是祸都是未知啊。世子怕吗？若是想临阵退缩的话，还来得及。如果怕，我怎能走到今天？世子，先生。 这半年来，咱们辗转了各处走走停停，虽被御灵师追击，但尚可对付。可这里不一样，这里有凌霜台镇守，难免有一番恶斗。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这一路来，我们虽然结交了不少的朋友，不在孤立无援，可是以我们现在的力量，想要对抗仙师府，实力还是不够的。这北原之中，属青丘后裔，青玄一脉力量最大，而这虎王青玄在此地负有盛名。 我们如果能游说他结盟的话，胜算会大了几分。凌霜台仰仗着顺德，行事暴虐。狐王清玄一脉，距离凌霜台最近，受荼毒必定不轻。苦难相通，人心相连，他们会和我们一路。 没事吧？
你带他先走，这儿交给我。多谢相主，不过我族人还在危难之中，我不能不管他们。我的同伴已经去帮他们了。恕我直言，现在你回去，帮不上任何的忙。不过也是，是我修为不足，保护不了他们。 敢问姑娘，可是青丘后裔？今日还是要多谢这位仙友仗义相救。聚首之劳，不知道姑娘可否告诉我狐王清玄此事身在何方？你要找狐王？你找他做什么？我劝你还是不要多问为好。只要姑娘愿意告诉我，我定会重谢。青丘后裔，成情必还。 我可以带你去找狐王，不过你得先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，来自何方，所谓何事？这就是你所谓的成情必还？你。 少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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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碰我们少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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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表哥，你是清泉之女。哎，世子，世子，这帮人不知好歹，咱们不是过来帮他们的吗？他们把我抓了。原来你们是一伙的，凭空出现几张陌生面孔，谁知道是好意相助，还是处心积虑另有图谋？快放开我们少主，否则我杀了他。 清玄麾下都是这样处事的。你虽与我有恩，但那个朱灵奸诈狡猾，我们不得不对你们有所防备。我们和朱灵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如果非要说有，那也是敌对的关系。我们来这儿，只想求见狐王。哦，是你啊！顺德仙姬下令抓捕的鲛人世子程毅。表哥，你说什么？顺德仙姬已下令抓捕他多时，先前已将画像下发北渊御灵师，我曾偶然看见过，就是他。 拿呀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我要将他献给顺德仙姬。是，住手！表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听闻顺德仙姬因恼他犯上不敬，下令封禁东海，还处死了蛟王。如今我们青丘一脉衰微，若跟他沾上关系，便是引火烧身。除非我们将他献给顺德仙姬，说不定仙姬一高兴就放过我们了。表哥，将我们迫害致死的是朱灵，是顺德，他是救我的恩人。 你是救了我的命，我不能恩将仇报。没事吧？没事。长衣世子，朱灵受到挑衅，定会设法反扑。不如，请你们随我回狐狸洞暂避。我以狐族少主的身份保证，绝不会对你们不利。